21 A 25 A 25 F 24 F 24，让我们再次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。好，你请说吧。我想问一下，一个38年有虎螺的母亲，身体非常不好，我很担心她。38年属什么？属虎的。母亲是吧？对。38年属虎的母亲。对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妈妈这一段出毛病了。他失眠很严重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失眠呀，他肠胃不好，明白了吗？严重的肠胃炎。对，他以前得过胃溃疡，然后医生说，如果再晚点就是癌症了。看见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内分泌失调，严重失调，所以会失眠。对，很严重，失眠很严重。白天想的事情太多，身上还有灵性两个，你妈妈掉过孩子。对，他没超度。给他念小房子吧，每天念两张，连续念半年就好了。嗯，好吗？叫你妈妈心态好一点，她老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满意，明白了吗？对，她老是抱怨。老是什么抱怨。看见了吗？他老是不开心，讲这个不开心，实际上人不能经常不开心，经常不开心肠胃就不好，所以有一句话叫肝肠寸断，就是经常抱怨的人，经常不开心的人，他的肝肠肠胃都会不好的，大家听得懂吗？请问台长，他这另外一个灵性是我父亲吗？我们念了100多张小方子，但是一直没有报梦。是你爸爸。那总共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还要130张。130张是我父亲还是？你父亲。明白了吗？你写他名字好了，没关系的。是，写丈夫某某某还是？对，就写他竞争丈夫某某某收就可以了，好吗？是你的父亲是吧？对。怪不得。我告诉你啊，你长得跟你父亲很像，你呀，非常像。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。我知道，非常像，你跟他很像，你不像妈妈，像爸爸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请台长看一下我母亲的功课。好了，功课就你到下面去问基本的功课，就是心经、大悲咒、礼佛这三样，明白了吗？台长，能不能看一个52年的龙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啊，52年的龙是吧？有灵性，给他念29张小房子，好不好？好。